你先嘅問題就講到有時咧，自己一四年充滿狀態，就好有動力去幫助人同埋你面平安輕散啦。但係當自己裡面俾嗰啲負面情緒或者失敗感壓制住嘅時候咧，就好自然冇咗力量。咁所以侍奉嘅人咧，第一係重拾得力，同埋另一樣係信心。信心係乜嘢咧？就係話一定得嘅，神一定使用我嘅。 总会有人改变嘅，即系相信神一定会使用我哋。就咁嘅时候咧，你就算困难都好，你都话神一定提升到我嘅。咁呢个咧就系会俾我力量。咁我都讲一讲咧，有啲人对于灵修可以成为压力嘅。嗱，我个意思系乜嘢咧？啊，今日冇灵修，今日冇祈祷，唉，今日都系冇乜力噶啦。咁嘅时候咧，佢就会。 觉得咧，即系灵修少咗啦，祈祷少咗啦，咁我就冇乜力量噶啦，咁咧就会失败啦。嗱，呢一个咧其实系一种缺乏信心嚟嘅。嗱，亲近神灵修系加力量嘅，呢个系正面。但系当你冇做嗰阵时，或者做得少嗰阵时，而你话我冇做，咁你咧就开始自己批判自己，就话死啦，我又软弱啦。呢一个负面嘅。 心态咧，系会即系灵修可以成为好多人好多基督徒嘅压力感嘅来源同埋唔得力嘅方法。嗱，咁我成日都强调人要亲近神，而家我都强调你善用好多嘅时间刷牙啦、冲凉啦、洗手间啦、煮饭啦、行路啦、扫地啦呢啲时间，你成日亲近神咧，你已经成日都得力噶啦。你如果你善用呢时间咧，已经系好好。 咁我唔係話你淨係用呢個時間嚟去親近神，即係我話如果有啲人好忙嗰啲咧，你淨係呢個時間咧，已經係會令到你得好多力量。呢個第一善用你空間嘅時間，咁啊而你去策劃你嘅時間，能夠有一段時間你嘅專心嚟去親近神嘅，咁呢個就會俾我哋嘅力量啦，同埋下一步就係如果有一日你真係祈禱少，如果有一段時間你真係祈禱少啦，我即係當然我鼓勵啦。 你都話俾自己聽，當我一親近神，神一定聽我祈禱嘅。當然唔係話啊，咁啊唔使親近神噶啦，都好，相信就得噶。我唔係叫你咁嘅心態，而係話咧，當你就算做得唔好嘅時候，我相信神一定回應我嘅呼求。其實我哋同神關係咧有兩類嘅兩大類嘅情況，有啲人就點樣咧？靈修嗰陣時又真係親近神啦。 或者一半親近神啦，過後咧就冇咗下文嘅喎，所以基本上喺日常生活裏面咧，佢一間又會擔心，又會憂慮，佢又要聽翻啲道，有啲人安慰翻佢，神會幫你噶，咁佢又開始又有什麼信心啦？即係基本上係一個缺乏信心嘅狀態。不過佢有時又祈下禱，咁佢又覺得好啲。咁另一種嘅心態點咧？成日都話我有冇親近神，神都愛緊我嘅。咁於是我親近神咧就成為一種喜樂啦。 我成日都諗住耶穌就有力量啦。呢一種人，就算佢有時佢祈禱少咧，佢有信心嘅神一樣用佢嘅喎。我唔係話你可以咁樣就你就淨係信心咧，你唔使親近咁。即係我係一樣你有信心，你親近先有力嘅。即係但係冇信心嘅親近咧係冇乜力嘅。冇信心嘅親近點咧？唉，神都係覺得我都係唔得㗎啦。 神都係唔想幫我㗎啦，我都係太失敗㗎啦，神咧成日睇到我缺點，咁呢個就係冇信心嘅。即係第一有信心，由你親近嘅時候咧，神已經愛緊我啦，哈利路亞，可以有平安有喜樂啦，冇問題，哈利路亞，咁你咧就有信心加上親近咧，你就好有得力啦。呢個就係我哋時時要做嘅。其實呢個就係我嘅秘訣咯，即係我成日都相信神愛我嘅，而我要親近神嘅時候真係得力。 咁於是咧，我就成日都喺一種正面嘅狀態。當我一發現有負面嘅狀態，譬如有個人啲反應唔好啊，或者有時我哋做一啲嘢，跟住有啲人又唔中意啊，咁有啲反應反嚟嘅，咁我就有時即係話，哎呀，有啲人會即係譬如有人受影響啊，咁心就即刻有種唔舒服。但我跟住話，我唔舒服都冇用嘅，我不如即刻主嚟放手。我能夠做嘅就係我。 營救祝福唔俾佢影響，咁我自己成日去提點我自己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
你日日輕輕鬆鬆咧，你越輕鬆又成日有神嘅話語咧，幫人的而且確係真係好有效。真係，我今次短宣一間，我都分享一啲啦，真係睇住啲人改變，亦都成為我哋去嘅短宣隊一個好嘅見證。因為佢睇住我為嗰個人祈禱，哇！即刻成個改變曬，佢哋都好詫異同我講，哇！即係佢話，好似你咁有神嘅同在真係好啦，為人祈禱啦，啲人即刻咁樣改變，哇！真係好啦咁。咁呢個係其實我哋係可以喺呢種嘅狀態。咁嘅時候咧，你就會提升就會多。有時有啲人咧，佢真係軟皮蛇啊、死硬派啦，你猛同佢講都冇用。一齊去親近神啦，同埋你講信息嘅時候，有時可能佢咧需要聽嗰啲係集體信息，你唔係個別同佢講，因為你個別同佢講咧，佢唔會聽你講啊，即係佢覺得你好似對佢講噶。咁但係我哋就點樣呢？係集體講啦。譬如我哋先講到信心啊，即係其實呢啲都係我試過嘅感受嚟噶嘛。冇信心嘅時候，覺得自己祈禱唔夠，我都試過噶嘛。我就點樣處理呢樣嘢？咁我分享嘅時候，佢聽到佢咪入心咯，入心佢咪會改變咯。咁希望我哋會成日都填多啲好嘢俾自己，即係你成日問自己，我俾啲乜嘢嘢自己食咧？係成日都話，哎呀，你又唔聽話，又唔祈禱，又唔做唔到嘢。當我哋係咁樣話俾自己聽，你做唔到嘢咧，你成日係咁樣嘅時候咧，你個心一定係越嚟越辛苦嘅。咁我咧呢啲嘢，我一定決意唔俾佢嚟㗎。我就算做得唔夠好，我就話所求於管家要嘅忠心，總之我繼續努力就得㗎啦。咁我成日會咁樣同自己講嘢。咁又親近神啦，耶穌，哈利路亞。有時有啲都有困難㗎喎，譬如我今次去嗰個指示要做乜嘢？都是有困難，去到的時候那個又改變了，即刻又要改變，又會有困難，但我就不理了，就一路耶穌說你幫我帶領我，你搞定了，神又真的搞定了，真的是總之呢，我是本來是一個是應該有更長的時間，但我最終是有15分鐘的時間要做我要做的事。很多人來說做不做到呢？但是神又使用我的時間真的是很震撼性的，即是我遲些分享。那這個就是有神的平安那種的力量。那當時是不是我們能夠控制，而是個環境將我的時間縮短到15分鐘或者更少，那你怎樣去做得到呢？但是神就給我智慧，是當時立刻處理，真的感謝神，多謝耶穌。那我也很輕鬆，因為我心態是怎樣做不到，我想做咪唔緊要咯。咁我係得咁多時間俾我，咁我係得咁多，咁有乜辦法咧？唔係呢個係我嘅限制，即係呢個周圍嘅限制，唔係我能夠改變。但我起碼唔好俾佢影響。即係呢個我希望大家內心有呢種嘅情況。呢個對於我哋日常都係好重要嘅，成日都係話唔俾人影響，唔俾人影響。呢一個觀念大家處理到咧，就會可以喺處理生命上咧有提升咯。